花火中散开，天地都取替开，玫瑰终会枯萎也原在。假使感同爱，无什么不变改，还是我永远都不会离开。如果我无止境地等与待，不放开，还换到每缕青丝变白，我只敢说活该。从无止境的伤与害，喜变哀，其实我看痛苦只当尘埃，以我一生证实爱。我已经一枪打中佢胸口，佢唔死我都冇办法噶。苏格收到线报，有一班反大总统人士聚集咗一齐，唔通当中有内鬼？我亦都系时候离开北京。1月15日系北洋三杰离开北京嘅日子，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机会。剛才我唱成點啊？幾好？幾好？我從來未學過唱戲噶，一定有好多地方需要改進。你不妨多啲指點我啊！要學好京劇呢門藝術咧，係要經過千錘百煉嘅。不過唔重要啦，你嚟學唱戲都係為咗消磨時間嘅啫。梅老師，你點解咁講咧？我真的很有誠意嚟跟你學唱戲噶，我想唱好《霸王別姬》呢首曲。點解你咁中意《霸王別姬》？丽薇，唔知我想翻嚟住几日啊？你唔会反对嗬？哦，唔会，你想翻嚟住几耐都得。乜蔡将军唔使你陪佢咩？我想陪下你啊嘛。系啊，我喺街边度买咗你最中意食嘅沙琪玛。你做咩？我帮你请大夫吓，唔使啦。我有啲作呕作闷啫。做咩？你食错嘢啊？定系作感冒啊？我
点解你唔出声？你有好多烦恼，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啊？丽薇，饮啲乜嘢？你唔好理我，我今日之内一定要攞咗个仔。你傻嘅咩？你做咩要阻止我？我男人已经唔要我，我留住个胎就俾人笑。男人走咗，有咩咁大不了啫？最多我帮你一齐凑大个苏哈。我挨咗咁多年，先至去凑大一阵。我已经好攰啦，我唔想再过翻以前啲生活。你唔好咁傻啦，无论发生咩事，都有我喺你身边。仲有，你仲有个细佬阿珍啊，佢咁锡你，你点可以做埋啲咁嘅事伤害你自己噶？你讲得啱，我有你呢个好姊妹，我亦都有阿珍呢个细佬。你应该做傻事，唔好吓。最近收到消息，蔡岳会喺短时间离开京城。呢个消息系咪可靠？我收买咗佢其中一个学生，消息喺嗰度嚟。而家北洋三杰同我反咗面，已经唔系好肯支持我。如果俾蔡岳离开翻去云南，筹组军力反对帝制，
咁就更加麻烦。大总统，你可以放心。只要蔡娥有任何嘅行动，内鬼就会向我通风报信。为谨慎起见，你立即派人密切监视蔡娥，唔可以俾佢踏出门口半步。佢要去边，都必须经过请示。系，大总统。 所以先问你借钱，我咪俾少少时间。欠债还钱，你身行其你，到时冇钱还，仲有呢两执丝啦！我得，三日啦。原来追债，喂，阿振啊，杀佢身。今晚半夜，错就会向西南方向逃走。 出咗德胜门，就会经水路永定河洛天津。得闲沿途拦截，将蔡岳生擒，带佢翻去为人堂。系，跟我嚟。呢张银票，够你一家人大富大贵过埋下半生。话俾我听，蔡岳嘅同党名单啦，银票就系你。 错嘅同党除咗我，仲有。又坐喺度吹风啦，因住冷亲。唔该，痛唔痛我？ 我煮啲嘢你食啊！你唔系问我使唔使食，就问我使唔使瞓。我知你锡我，但你唔使因为担心我而留喺皇家班陪我噶。边个话我陪你啊？系你陪我阿珍。我哋做咗咁多年姊妹，你觉得你可以瞒到我咩？
我离开北京唔会唔同你讲一声噶。而家几点啊？啱啱打更，3点咯。啊！出事！出咩事啊？我哋怀疑嘉升同埋立刚，其中一个人系内奸，所以我哋放消息俾佢，话我今晚会离开，引蛇出洞。佢仲话，如果佢哋任务完成之后，就即刻通知更佬，叫佢唔好打更。但而家3点打更。阿振好可能出事，咁点算啊？莫夜天会唔会已经捉咗佢啦？阿振系黎明嘅细佬，希望佢唔会对佢点样样。听朝一早，我即去华人堂见一见袁世海。三杰竟然不念旧情，就因为我隔咗段期岁陆军总长一职，佢三个就反面不认人，一定系蔡锷从中挑拨嘅，一日到你办事不力。人你又捉唔到，净系打死佢只卒仔又没用。报告大总统，蔡锷将军求见。大总统，我一个学生洪振，佢一转投咗北洋军。听讲佢同参谋部好似有少少过节，由琴晚到而家，佢屋企都冇办法同佢取得联络。我哋怕佢有咩意外，所以嚟打探下消息。寻晚真系发生好多事。阿李卓波，北洋三杰不辞而别，你知情吗？唔知喎，佢离开咗咩？蔡将军，你心静如镜，听到都当冇听过啦。陆参谋，听讲洪振对你同佢家姐嘅婚事一直都有啲意见，不过讲到尾，佢都系一个少不更事嘅年轻人，或者佢对你会有啲咩冒犯或者得罪嘅地方，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睇住同佢家姐嘅份上。唔好同佢计较。啊，重波，你嚟得真系合时。大总统，蔡锷而家已经冇兴趣染指正事，只系乐于做一个风月闲人。而家好多人都拥护我推行帝制，你只系签个名啫，都系举手之劳，好似放咗你学生咁。一樣係舉手之勞，睇嚟呢個名字我不得不簽。好，好，易天，你聽日就親自送蔡將軍嘅學生翻屋企。多謝大總統，蔡锷先行告退。大总统，你咪送条尸翻去咯。而家蔡锷系第一个签名支持我称帝，我就睇下其他人仲有咩说话好讲。
你唔系想阻止我嘛？嗰个系我阿爹嚟噶，我点可以睇住你亲手杀佢啊？阿珍系我最好嘅兄弟，佢唔可以白白咁死。我已经问过我阿爹，我阿爹根本唔知呢啲草丛入边嗰个系阿珍嚟噶。阿珍系美姐个细佬，我阿爹唔会咁冇人性噶，佢冇心杀佢噶。我就算唔为阿珍报仇，为咗中国嘅将来，我一样要杀我。第一次见你有翻精神，我都放心啲。生死有命，富贵有天，好多嘢都系整定嘅。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个舅姊妹丽华？佢曾经向观音求字，一索得难，观音送之。我越嚟越觉得。呢个苏亚系观音送俾我，所以我唔可以再活响过去，我一定要振作啲。如果唔系，我对唔住我肚入边嘅苏亚，亦都对唔住死咗嘅阿珍。观音见你咁诚心，一定保佑你哋两母子噶。我决定咗结束云吉班，结束云吉班。点解啊？做妓院始终都唔系正行生意，我唔想罪孽太深。你谂清楚噶啦，云吉班系你毕生心血嚟噶。我记得阿珍以前见到我被老板娘打嗰阵，吓到佢好惊。自此之后，佢就口窒窒。我唔想我苏娃喺啲咁复杂嘅地方长大，而且呢度发生太多事。你话我忘记又好，想逃避又好，我想重新嚟过。咁你打算点啊？买咗云吉班之后，攞啲钱做小生意，咩都好啦。我唔想再做妓院。我真系佩服你，可以咁坚强，咁大嘅难关都撑得过，仲已经为将来打算添。我谂我都要学下你一样，要为将来打算一下。你仲有咩要打算啊？乜蔡将军唔系照顾你好好咩？幸福唔系必然噶，佛经都有话啦，人生无常。蔡将军都未必可以永远咁照顾到我噶。系咪蔡将军对你太好，你又先喺度自寻烦恼啊？点都好啦，你将来有咩唔开心，有咩需要帮手，你记住揾我，我哋始终都系好姊妹嚟噶。
其实你唔使担心我，我有为我自己将来打算过。我今日去见过黎美，佢话想结束云吉班，搞啲小生意。佢唔想罪孽太深。结束云吉班，系好快。黎美话唔想留喺呢个伤心地。你同你一班姊妹感情点样？佢哋可靠吗？我哋系好姊妹嚟。主张中国国体，而用君主制嘅联署签名书公开之后，出面有咩反应？反应各异，原先部分反帝制嘅，而家态度已经冇咁强硬。但有啲咧就變本加厲，四處都有啲騷亂，軍火庫被劫，四周圍我哋見到反帝制嘅大捷報，而家連蔡鄂都成為被批評嘅對象，連自己都鬧埋。蔡鄂掩飾得真係好，你同我繼續留意蔡鄂嘅一舉一動，查清楚呢一連串嘅反帝制行動係咪同佢有關？係，大勢所趨，天命難違。啊！亂黨以為咁就可以壞我大事，實在太不自量力。大總統，啱啱收到蔡鄂嘅要求，佢想出席雲吉班嘅結業晚宴。結業晚宴？係。雲吉班嘅老闆娘因為喪體之痛，已經無心再打理雲吉班。臨別秋波，佢想喺雲吉班舉行一個結業晚宴。同各方好友惜別，大總統，你擔心佢哋另有所圖。我就係想佢露出狐狸尾巴，你就同蔡鄂一齊赴宴，只要佢有咩異動，即刻將佢收埋。大總統，葉天，記住做大事，兒女私情暫時要放埋一邊。係。大總統，王將軍，王將軍，同志咧，你哋嚟咗啦。馮專姐啊，雲吉班一開業你就已經喺度，今晚呢個結業宴會咧冇咗你唔得噶。無論如何，今晚你都要再開金口噶啦。我哋個個都有期待，再聽到你嘅金嗓歌喉。既然大家都誠意拳拳，你嘅意思點？蔡將軍都預準啦，你冇藉口推遲咯喎。咁好啦，你哋個個都開到聲，馮先就勉為其難，唯命是從啦。
我好希望可以喺车站见到你。大家有缘相聚，但系今晚之后，大家就要各奔前程，天各一方。凤仙就喺度为大家献唱一曲留念。将军，你想听边一首歌？离歌且莫翻新曲，一曲难交长寸结。不如就唱翻当晚你除牌嗰首歌。希望过往短暂嘅相聚，可以化成以后永远嘅回忆同怀念。你陪我上去。可唔可以叫我凤云？我好中意凤云呢个名嘅，因为呢个名令我谂起以前喺乡下嘅生活，无忧无虑，真系开心，而且我觉得叫我凤云好亲切。出面有爆炸，仲烧咗好多地方添。爆炸！如果我无止境的等。
到，每缕青丝变白，我只敢说活该。从无止境的山与海，喜变哀，其实我看痛苦只当尘埃，以我一生证实爱。